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话，在叙利亚境内的暴力事件出现恶化。潘基文在东京话，攻击事件开始演变成为教派之间的冲突。他说，当地局势急转直下，越来越激烈，违反人道主义的事件继续不断发生，致命事件已经发展到涉及教派之间的仇杀。潘基文又指，叙利亚政府和所有各方必须要执行6点和平计划。